真的就是我已经尽量做到颜色分开了，可是其实真的很累，就是我很感谢古堡这一款，因为真的可以就是各种紫色、黄色、绿色、蓝色各种颜色我全部丢进去，然后那个衣服中间夹杂的把它摊平，然后就是夹杂几片这个吸色片，真的衣服完完全全没有染，是一般的正常的蓝色，然后我会放到4到5片，对，但你就是把那个纸一片片摊开来，然后把它夹在衣服之间，对，就是不要一次一叠丢下去，你还是要摊开来，然后分散放在里面，要这样摊开哦。这边是白色，是原本的吸色片的颜色，然后洗完之后就会变成旁边的颜色，所以你每次其实每次用吸色片都是一个开箱，你就会看到不同颜色的吸色片出来，这蛮疗愈的。所以这些颜色啊都是会吸在上面，不会去沾染到你里面的其他的衣服。这个真的是在洗衣方面可以为你节省很多时间。然后它的原理其实就是每一次衣服在下水的时候，其实它都会有一些颜料，就是游移的颜料会溶解在水中，然后这些水中就会去攀附在白色的衣物上面，它也会攀附在别的颜色的衣服上面。但为什么你看不到？原因是它颜色比较厉害，对，它颜色比较烈，所以它就沾不上去。但白色衣服永远都是一块白色，它会让它有所有的颜色都在上面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白色衣服会越洗越脏。你要长保你喜欢的白色衣服可以有更长的寿命的话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善用这个产品。出国回来啊，它有多重要？出国回来你的衣服这么多，这么多颜色，你要请的佣人帮你洗那个洗衣服，我觉得跟你讲这要备好，都有写这个让大家可以做参考，就是你的水量啊，然后还有你的用量跟你的颜色。如果你的颜色深色是比较多的话，你的确就是要加比较多片，4到5片以上。如果说你今天是去外面自助洗衣，麻烦带着，你一次就解决了，你可以不用分色洗，是不是非常优秀？对，所以这个真的是也是很分享给大家，很推荐。然后有一些吸色片其实它是会伤害衣服纤维的，然后这一款完全不会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